拜访书的家。什么会打雷下雨？为什么一年有四季？为什么有大海和陆地？为什么海龟流眼泪？为什么昆虫要脱壳？为什么有蚊子？为什么要读书？为什么中秋节吃月饼？谁是孔子？谁是李白？西游记里谁会72变？这些问题很有趣，答案都在图书里。图书馆是书的家，走，我们一起去拜访它。